27号晚，陈学冬发微博故事小视频晒化水与化妆。视频中，陈学冬只露出自己一半的脸，随即将镜头转向雾里花花的波动裤子上。花花发现后，立马用自己的胳膊机智的遮住了脸。粉丝们发现后评论道：“可哥，你是害羞了吗？捂脸。”然而，在东哥的镜头里，如此害羞的花花，却在28号凌晨在微博中晒出了拍摄的乔欣的侧面照片，把我们关关小女神绣花的样子拍得唯美动人，并调侃道：“太闪耀了，还糊了。”眼看着华晨宇第一次半夜发女演员的照片，粉丝炸锅了，纷纷醋意大发，大晚上就来发别的女人的照片。花呀，你想不想在今年演唱会上看到绿海呢？这评论区真的是被浓浓的醋味淹没了呀。乔欣妹子也现身评论区回复道：“一木好棒啊，没白费我蹲妈的腿，不过我们花的拍照技术还是不错的呢。”蒙古捞新闻，还是你们会玩。报道。